宋仲基离婚后逍遥自在，戴绿帽子和美女聚餐合影，一暗示离婚原因。前双宋夫妻的离婚让很多人对爱情产生质疑，毕竟二人曾经秀恩爱的点点滴滴还历历在目，如今却上演离婚大戏，劳燕分飞。当粉丝为这场婚姻的离场感到十分心痛和惋惜时，而当事人宋仲基和宋慧乔早已是开展新的社交新的生活。宋仲基和宋慧乔离婚事件数次冲上热搜榜首，不过二人真正的离婚原因却一直没有透露。宋仲基这边戴绿帽子和美女们聚餐吃烤肉还亲密拍合照，而宋慧乔也过得逍遥，前段时间就在西方街头拍到了宋慧乔贵妇打扮在助理的陪伴下逛夜市。不过为何宋仲基戴绿帽子似乎是在暗示什么，这就不得而知了。